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喽。今天大家有发现到讲，今天用水啊是一定的方便的事情。水龙头打开来就有水好用的，啊，头摆人爱用水喏，今天爱去河坝上开水，甚至于讲大江的漳有水好用哦。故说啊，水的问题对头摆都更加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啊，在屏东就有一个很厉害的水利工厂，对日本时代吼都更加。很体用哦，百多年的哩。啊，一个水利工厂啊，就会大家拢伫个泥缝砖。啊，一个泥缝砖，当时怎么个会有安尼个水利工厂？底背又有样板的故事呢？今不呢，我们就提配有请的彩铁的好朋友，好好来同我们分享哦。马上就来分享我们平北沙崎太后那一部分版的主音，郑太哥、郑泽雄。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泽雄，来自恁埔的。啊，我去沙崎太后主要是搞生物资源环境，也就项目的专长。哇，欢迎郑太哥来到节目里边。啊，郑太哥，头头硬要讲到头摆用水啊，都更加好，当然咧生态问题哦，更加新闻报告里边也经常在报道，也都用水的问题啦，吼，奈无水啊，奈有饮水安尼啊。我们屏东最厉害的个水利工厂头摆个泥缝砖啊，你可以同我们讲一下，当时怎么个会有一个？安好的水利工厂啊，是慢年来做的呢。其实一个水利工厂哈，当初设计的时间哈，其实没有本人用的哟。冇嘅啊，没本人用哦。是，嗯，也系有咯。讲到日本时代哈，佮百年前，那日本人到台湾了以后，感觉到哎，台湾整个环境啊气候，会适合来种甘蔗。那也系同日本条件冇用，我都讲，日本国寒冷，也甘蔗属于一个热带的植物。那甘蔗种下种下，主要都讲，去台湾那个种甘蔗以后生产糖，啊再回收归去日本。嗯，哦，不过日本可以大量诶对等的生产，还是对等的食物方面呢，有做过它的一个影响。嗯，好。我说你们都去到台湾种甘蔗一件事情，我说当初日本来台湾以后，开始去台湾各地开始大量的种甘蔗。嗯，那么尤其在屏东，你有诶。温度来讲，要够适合一个甘蔗生存。我说可能佮其他的地方可能一年可能可以种一期，那么佮屏东可以种多两期，也冇乜个影响。也跟日本开始派工厂师来台湾啊，尤其喺到屏东来前一个环境来种甘蔗。那么后来呢，有在日本工厂师也对台湾毕业以后。你必要要知道高数，下面来讲，刚唔后生嘅人吼，有冇结婚冇物嘅，都来台湾来进行一个种甘蔗嘅事情。那么其实伊来台湾以后，一个工厂是唔要实际种甘蔗，伊喺同日头，以日本甘蔗可以生得几好嘅水，我来请水人，本一个水人个稳定。本一个甘蔗种了个好，可是呢，我有一个工厂咧产生了呢。哦，啊，既然当时一到日本人我来开垦的时候，既然发现到讲，可能屏东可能落太雨的时候，过太雨淹水嘛，啊，无雨的时候就无水。啊，既然去潜，最尾潜到哪来做一个泥缝砖，用哪个水源啊？其实哈，因为台湾各地的环境其实各些其实它是蛮有点差异性的。嗯，那么因为讲，既然屏东按适合种甘蔗。但是如果读到像主持人讲，我不太水，但是有时又会冇水，那么一个条件来讲，该松落去。那么嗰时候，一个工厂时呢，来到屏东的一个雷尼山区，来签到一条人讲的水源有，但是呢，可能不太水的时候，都不太水，啊冇水的时候，都河坝底部看冇到水的，一个人讲的连边海。如企入喺桑头，按到雷尼海嘅地方咧，来食入嘅二峰菌嘅入嘅工厂。嗯，咁啊，嘅时节其实想讲，唔系当人咧陆地地方最有名嘅东江海，也系讲起人咧果品海，其实先到入嘅雷尼海。好，因为当然嚟讲到嗬，也要讲到入嘅体质环境嘅关系。那么而用嘅水，喺中央讲，像东江海嚟讲，虽然供应嘅不太水，但是。有一水系我哋讲嘅表面水，表面水你讲可能地表嗰度泥浆啊，某个东西，同样会种得多田桥嘅气，会种得多甘蔗嘅气。那一个泥质唔系甘蔗，
怪好诶。嗯。我说伊个感觉提醒你讲，我可以游水的时候游水，但是呢，佮水要乖脚可以立着。嗯。嘿，你讲伊唔可以掉下个天桥诶，咁怎呢会淹死？我上下电脑上下讲唔好。哦。我说伊都发现到讲，诶、欸，其实听人哋讲咧，一个来年系。种出来一个我们讲的冲积山平原地带，会适合种甘蔗。我说以前是差不多待五年的时间，可是研究一个水温，一个水量来做。那另外就讲一个工厂怎样来做。哦，我说以前待青椒，那也满来青青椒的青岛，当地的一条原住民族。哦，我说我们讲一个工厂花很长的时间，那么用多少年？一百年的。都更加是用生枝，我哋更加再个精进，用以后嘅岩石嘅构想来做2.0、3.0的二峰圳嘅一个水源嘅利用。啊，不过你本阵计嘅工厂时间呢，后背设计嘅时间，其实用乜嘅人哋讲像牛顿安尼哦，本杰领国看到嘅，其实上到讲有一个方式，还系讲其用乜嘅，用乜嘅原因，本去触发到讲可以做用一个二峰圳嘅匹配嘅原理来用一个地下浮流水，唔系讲表面水啦吼。其实乜嘅原因，本去上到啊，用乜嘅故事嘛？伊当时一个鸟居新平工厂时，伊来到一个林边下以后，伊入面就讲，啊，不太水一下都种咧一个。太好去诶，那也流唔下。那但是磨水的时间，河坝表面上完全磨水。啊，但是一般太水的时候，一个水要改换。哦，因为种诶一个田球诶去，也对甘蔗来讲都唔好。好，嗰时候一个鸟居新平工厂时，伊当想到讲，因为用俺哋讲诶体型、体质的提升来做一个看唔到诶一块。我哋讲供水设施哦，嗰时候都有安尼二峰圳一个岩石的构想。哦，我说以前开始的时间，以前不多当地的人去讨论。用那个一百年前的材料，可能没像我哋更加想象啊，讲哦，安尼怪简单啊，怪树叶压得来哈，木木来空空啊，木木来空空啊，暗用的加上去安尼都好诶。系啊。嗰时候伊一个。设计都开始做，其实够长的时间。那么伊对1921年开始施工。对1923年做好期间都做了2年。那一2年期间，伊要请当地的来年的排湾厂。另外你讲阿顿湾鳗，一个阿顿讲个湾金，拆散咧一片咧平埔厂，来填树，他阿年。螺轮弹射，比脚头的比脚头，拿插机的拿插机，他看你的天数压开来，挖奶，钢插头。我说当时一个工厂来讲，几多人有参加，也付出几多人有参加。我说用到更加，当然该公平。你讲更加一条水做好以后，其实系空中本一条付出的铺路，必定去运用。一个水可以用很久。除了甘蔗水以后，我哋多白相马国昌可以用，更加听下人去介绍讲磨水，而另外讲更加水来源，国昌唔咩改好，等到二峰圳更加过来看，水是一切清问题，另外就讲水改强哩。你记当时二峰圳种好之后啊，其他个我哋讲个灌溉面积啊，原本系本新皮一片。同个慢慢一部分嘛，我记得，其实真是可以灌溉面积有一发的呀。好，最一个推动资料的登记地方哈，当时一个二峰圳根本一条农场哈，他们就私业农场。那过去日本人在台湾设计农场的概念来讲，差不多一点农场管理500甲米土地，等于讲管理500甲米一个甘蔗园。嗰时候私人农场，一个水源都会改问题，但是将我哋后来再调查来看，其实可以再增加，差不多可以到300甲，就是300公顷，面积的一个甘蔗田都可以使用到。嗰时候来讲，一个对，虽然也不一个工厂来讲，只有对南埔一片的甘蔗田，有用到，但是看起来一百年前的植被，可以比我哋讲咧。迦南大圳咧，一个八田以设计的
一个我哋讲水利工程，唔可以属于一个工厂。因为我哋底下讲有名的，都真的跟你讲一个嘉南大郡那下头，今日迄条表面风，我哋看得到的。啊，唔过你逢准几下个提醒，系讲对条稻米太铺分哦，冬天大下嘛，我哋看唔到的。这时间都明到讲，可能有许多嘅富群人啊，有唐嘅富群嘅民众嚟讲，甚至于讲有个逆风村嘅影响，唔单枪，本太家有枪嘅水可以用，甚至于讲影响嘅后背有失败四七多嘅三神嘅，因为头头真那个有讲起，喺有枪几多平埔族啦、原住民吼，甚至于富群嘅民众嚟做一个工厂嚟开垦嘅，对嘛？甚至于讲有北埔下来嘅人，可能都要天数一个工厂，啊，后生面可能都唔冇贵嘅呢，可能都喺富群黑啊，变做有啲细细起到，各种人嘅神秘啦，慢慢嘅到，有太太细细有个细起到，都会隐秘逆风村长产生嘅，错冇？冇唔错吼，一路讲到讲，因为后来。不管平埔族也好，还是原住民也好，因为他们生活地方，佮村外用到水，那有水嘛，佮都方便。我讲呢，水好，一切都好。好，可是后来开始，对一个清朝时期到日本时期，清朝时期很公民哈。那么，但是对日本时期，他可以开始会失控下。那失控下的一个动力，因为讲他们可能对撇位偏。劈米晒了以后，佢做甘蔗工，做甘蔗，种甘蔗。我说枪枪咪就变成一堆猪肉，那变成一堆猪肉以后，嘛我有水呀、啊。我说讲，以前那水不是大江，不是看水龙头，都可以用呀，都可以吃人对二峰村的水来。好，我说后期如果到我哋讲北埔客到台湾来，还是讲我哋啊南埔客。如果都在聚集中一个聚落，吼、来变成我哋今日看到的一个聚落吼，还是部落吼，或者要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其实蛮清淡。哦，观众朋友，原来我们屏东安利的水利工厂逆风村，其实安尼来的哟，用的唔系地面上的水，用的系地下水哦。啊，不过安利的逆风村水利工厂，其实还有两班的公司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收计哦。前一段整体沟通个分享个逆风村伫个年底啊同个由来，啊唔过个面对一件事情哩，就是讲头摆时节可能无水龙头，啊可能莫大也无安发达，大家要用水个时节，逆风村个水虽然安好，啊大家喺用办去用到一个水呢，继续来抢到整体沟咯。整体沟啊，以前啊可能无种情况，个能水龙头打开了就有水嘛，啊今日要用水喺一个沟个吼去引导一个逆风村个水，也用某个方式来。取得安好的水啊！当时设计的时间其实都上多的。比如讲，其他天然大厦哈，整个一个来源系大厦，差不多有328公尺安发的地方。其他大厦所谓的暗桥，那对于我哋讲中间的浮流水，吼，唔要叫表面好行的水，对中间，我哋看唔到的地方的浮流水，引进了一个暗桥的地方，都开始。入到我哋讲咧，暗桥就开始到一切到粉水工。那一个粉水工同我哋讲到讲，喺本市嘅农场嚟使用。如果一个水行过3000公尺嘅地方，都一个粉水工要分到各一个各农场。那么对于一个地下堰堤啊，你讲暗桥开始嘅海拔高度差唔多125公尺。那么一次一流3000公尺以后，流到粉水拱。那粉水拱呢，海拔高度差不多90。我说一个之间的落差差不多有35公尺。那么我说一句上头讲，用按你吃人冲力的方式，粉水去给流下来。你第三天唔会故障，又可以过到方便。那么一条部落的人，因为其他。因阿人头都有讲到，上海种去中央海水，佮做他人就停顿一条桥诶，来试一个物价同建立部落。啊，一条用水诶时节，可能要用开个条用竹筒，去阿人讲去装水都可以。但是后来可是有天热，有一个莫大以后，他人想到我咁煽情苦诶，用锄头都好诶。好，但是阿人讲一个。二峰村的一个暗桥位也好，还是讲一个明桥位也好，都更加还可以继续使用。我说，部落的人都可以一切依靠它，靠人以生态。
那么到粉碎拱以后，同样哦，海拔高度九十，那一直我到各农场去，其实一般呢，我哋呢讲平地的海拔高度五十公尺左右啦。嗯，我说一到九十到五十，也只加起在四十公尺。本来就是虽然留在各农场去，哦，佮水啊，冇因为讲安尼可能留在过慢哦，清洁呢？没有。嘿，啊，用人路不管不太水也好。我们看到窗景啊，天气啊，哈，这水出来的量很供应很多。最主要我都讲非常的强力的水。哎，讲到一边，因为真的跟唔讲见咧，用的水嘅就嘅暗角嘛，吼，拢睇天下人看唔到嘅。啊，不过我自我的印象来讲，像我们一般咧都市都会地步嘅，各种下水道啦，吼，各种水沟嘅。它最有可能的事情，如果讲堵到个有个树叶啦，吼沙沙个都，虽然讲一些些的跟旧啊，或者堵风来啊，哎呀，个泥缝砖给全部在带下呢，啊，今年会有堵到讲一种哦石墩的一种问题。好，讲到石墩吼，如果一百年来吼，其实已经人就可以使用，一切会去管理，会去维修。那后来台湾因为加你 WTO 以后。啊，台湾的农业还是世界国家都可以来竞争。那么同样一件事情，我哋呢生产成本提高，我就变成我哋呢糖嘅来源可能都开始向诺贝尔国家来买啲佢基础嘅一条糖嘅那个原料，因为出价再高。那我说白水节以后一个恶风菌，变起来，中间有几枝一个，我哋讲咧，父母奶嘅一个柱子，团起来。那嗰时候团起来以后，嗰度沙沙种入来一个暗礁地块，变成一个暗礁，无土使用，无完全水入来嘛无好，因为跟奶团嘅穿过嘅。那后来安尼差唔多，多建个八百水闸以后，多建个平壤政府有申请一百2015年到2017年。大家之间来开始推那个压开来，再重新将一个地表的泥沙啊清下去。哦，嗰时候人家二方砖又变成那讲原本可以继续使用的在状况地表。那后来对那个部分有了解，因为这个也做环境呢，那也做嗰个基础的调查以后，同一个电测室电老师哈，啊，就继续做一道一个后续。比如讲有个二风菌，我哋对台湾未来嘅一个水源嘅利用，可以再用嚟做过河，我说我哋要做个基础嘅调查。那么当然要做基础调查，要先去了解一个二风菌，用嚟帮一条农作物也好啦，帮人民也好，用嚟利用。哦，我说我哋要做个长嘅调查。那所以我哋做一个调查一段时间里边，我哋都看到讲，其实二风菌真是对。台湾啊，你讲咧，地下水库来讲，其实我哋可以讲可以做几好嘅参考。不过要讲佢做几好嘅参考，就不当然咧考量的因素几多啦。比如讲，一个地质环境系咩适合，一个水质水区系咩适合。另外你讲，我想到讲，因为一个二峰村，伊当时起嘅时候，系一个双头有两条支流，向下飞流嘅地方。我说要。中的环境其实哎，啊个契合啦。咁我讲，那个工厂可以用一般人来讲，我哋几乎应该台湾，我哋所有的省份已经回不去的那种年代，那有可能讲，不管等再回到100年去，但是应该二峰村我哋都看到，都100年还可以用。那另外都讲，一个例外都讲，我哋可以去思考讲，既然安好个地下水库，我哋可以再更精进用去做鱼嘛。有其他工厂，水利工厂是用一个泥粉砖机一个原理吗？嘿，让我们之前有去做调查以后，我就那边讲，佮起人一个地方嘅河坝嘅特色，你讲有落雨嘅时候水清态，马上又流嘅河坝开放去，那么无水嘅时候又完全看唔到水，你有咩个头痛呢？佮安样去使用，后来你讲，佮我哋系咪可以囤？有个水块台时，吞一条水下泡起来。啊，磨水的时候，那本来都是慢慢的渗漏在地底下，又变成一个地下水的补助区。另外就讲，也可以补充
浮流水。哦，我说后来我等于讲，哎，看我们可以做一堆安尼类似水库，但是这个水库唔咧表面上看得到水的水库，系完全看唔到水的水库。嗯，一个讲法会像会奇怪。但是国王的水库。但是如果哎，后面可以去捕捉我们在下边，比如讲林边那卡洞，安多养殖渔业。伊等伊咪爱长期处地下水来多唔稳咧，来去补充一个淡水。嗯，那么因为我哋处，我哋因为处久了以后，多多少少又会影响。嗯，好，我说我哋对上头咧做一啲地下水嘅补足以后，其实对下游嘅一个地下水嘅补充，可能会有佢哋帮助。嗯，好，我说利用我哋贴心，也系讲防一个二风菌的原理，就讲哎，用我哋梯子梯石。来使用，嗯、那么在更精进的，你讲个3.0版。如果说讲更加除了利用这个原理，有一个人工水库，可能讲聪明的人才可能都会给水库之类。啊，它用3.0进阶版，如果仿造一个逆风尊，可能用现代的工法同材料来做一个新的一个水利工厂。嗯，哦，啊，你一条水利工厂其实都应用到一个逆风尊的啊。不过逆风尊其他个原理，像到正大更牛工，其他个条件真正够严格吼，一定要有两条水啊，一个梯子又要水可以伸。是下去的，怎有法度好做？莫说在其亲身阿听讲的台湾，因那个东西来推广呢？我说，我哋去香港，哎，安尼是就喺咩台湾各地方都可以，推广去运用哦。都唔是讲有安尼，安尼讲，起的水库听我十年咧，明水库可能十年，按底要罚一多钱，也不见得可以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没人敢讲呢。嗯，好，我说佢一个鸟居居民做下一个二风区以后。有个夹夹几条，还能讲纯一项，一个利率是，吼，同样做一堆抢安尼个工厂，啊，伊个工厂各段各细，但是一样，计完工系到2017年，嗯，都见个也差不多个哟，我100人90多人哟，嗯，都见个也同样可以用，但是一个利率政府流水，所以见个一根本出来是公司。钱别人拿去，我说讲一个水出来以后，如果直接变成转变成自来水，用更简单的处理方式，你可以分一条库存的，一条老百姓使用的。哦，我说讲，哎，佮种个人的利益得到利益者，如果个人可以用安强里的水，哦，过去甘蔗时代，然后变成个人来使用安尼。半年前的水利工厂都更加安尼，可能都几啊改好嘛。本来有开垦、吼农田，甚至于讲吼人可以摕个血，有起落个山神。啊，不过对环境来讲咯，真系讲喺研究一个环境，唔同其他老师今日做一个调查研究的时间，有发现到讲一个水利工厂对安尼的环境有冇个影响冇？因为从头都有讲到做水库一起下去。周围的环境拢全部改变咧，通风、吃物、街道全部改变咧。啊，要跟你讲准有吗？好，啊，譬如讲，他讲有一个关心一个水，我比伊咪去当讲做一个地下烟体，我比切团膜啦吼。嗯。其实，伊啊工厂的构想就讲，伊能只有拿带下一些的水，比如讲表面选好了差不多5公尺的地方，一个部分的水，系比冻下点拿走。但是你的水去当讲做，已经不如。当唔到，而且对底下流走嘅伊嘛当唔到。我说有意思讲，伊只要拿一层嘅水。嗯，好。那么对底下生态来讲，其实影响就不大。嗯、但是对入来嘅水，地下烟体输吸来嘅水，其实变了一层怪问题。不过我哋土讲啊，黑白脱水也好，还是讲看潮气也好，同样会有水。哦，啊，全问题。可是喺地边呢，我竟然系下落去。哦。今天下落去的时候，我发现到，哎，佮地表嗰度壁破的，如果你讲的蝙蝠，哦，我说一地下烟体大厦，哦，300人公尺，300-400公尺地表是黑的嗰度一个蝙蝠，哦，按不到一路出来，嗯，二十条全部变个大厦，我说建议你全部用手电筒。那看得到，我根本根本看唔到，因为洞暗完全看唔到。哈哈，团部都做嘅，完全都看唔到。哦，观众朋友，你原来一个逆风尊啊，哎，第二个工厂底部还有暗贴的故事呢，生态也一定的丰富哦。
啊，不过 Hellboy 还有酿版的神态故事，甚至讲安尼，哎，酿版看下个逆风尊呢，哎，安尼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讲哦。逆风尊在看唔到暗角底部，既然还有壁破啊，也得通过哦，神态一定的丰富，啊，在看得到的地方呢，还有酿版的神态呢，真太个，啊，你头头有讲到。哦，看唔到嘅地方，团舞还有壁破，安尼眼能睇面胶，睇 notebook 可以看得到嘅地方，还有奈德嘅通知物环境嘅影响啊。好，其实哈，一个面胶，眼能讲过一个二峰村嘅供水哈，其实一直怪问题，365年地表一度吃氧温饮来水，那么别人一条水胶嘅地表面胶地表。嗰度唔係長期嘅其他成分，比如講我哋講嘅高頻馬口魚啦，嚇、石斑啦，我哋講嘅一啲死魚死蝦，佢特別清淡。哦，啊，當天普通人又會聽講，唔可以呢，唔可以添。嗯，嚇，啊，一啲乜係要嗰度水草，嚇，啊，水草講，哎呦，跟住嗰惡作啊，啲水用特別有水草，其實也係啲嗰清啲嘅水，那位油嘅入嘅出嘅水草。我想跟你说，哎，以后的指标动物或者是指标植物，也是个个重要的地方哈、那么水下出来以后，到粉水管，如果是粉盆，要不要各个农场去使用？嗯哼，嗰时候人哋看到啲面胶地板吼，有黄嘅，有水草嗰种，啊水草唔免人哋一般看得到嘅水胶地板嗰种溜腿啦，嗰种，看看系青乌糟嗰种，唔免咧，其实种诶，像人哋以前头摆人讲嘅荷巴笋地板看得到，安尼漂浮嘅嗰种水草，清浆嘅嗰种，哇，可惜人哋抢可以用，可能做唔得下去搞水，做唔了，做唔得，因为嗰时候本人食咧，本人用嘅，做冇。哇，安尼有嘅逆风尊，有嘅水吼，影响嘅有嘅环境啊，甚至于讲。哎，那可以去看吗？好，近江哈，那个二峰村平林岩政府已经相公，他既然一帮人来讲呢，历史建筑哈，我说当然希望他们再来了解啊，也整个水利工厂啊，未来后面可以讲，哎，可以再发扬光大本整个台湾的水利来学习。那么我说呢，近江天然底下部分可能看不到。但是目前呢，其一个整个二峰村呢一个流域地方哈，啊，你可以潮州一个林后森林平地森林园区哈，这个是一定啊，你讲二峰村的复刻版，复刻版就讲原本一个二峰村的水会流到一个林后森林平地森林，但是当初一个地方全部是种高山，那后来因为政府啊，你讲一个十二大。建设地方作为台湾作为什么平地森林？那一个路其中一堆平地森林。那既然一个水流过一个平地森林，那么二峰村表现起来，我说有做起地面上的，那你讲复刻版的二峰村，我说他你和了解那个二峰村的历史，可以求助的林后森林平地森林园区来看一个复刻版的。二峰村，如果你要讲整个一个复刻版呢，很容易本后来的人、本前面的人、本后来的人用去使用，那可以省下建设。那另外就讲，一个林后森林平地森林园区，因为有一个二峰村流入来的地方，其他地方的生态变得千丰富。另外，过多年去个了，最重要的是不是钱啊？不是钱。有一家年的时间，哦，千多年，同样可以去个高水，个水都对南头二峰村流入来水。嘿，一个地表生态过丰富以后，人家某种甘蔗以后变成一个高台的森林。好，我说清法，哦，啊，欢迎他个人来了，可以预约上网预约导览解说，啊，有你会存在做介绍。另外，你讲喺其他嘅人头，来源向铺分。那来源向公所有附图拆梯嘅设备，哈，以咩来做嗰剪拆嘅导览解说？我说有啲观众朋友喺度有兴趣，其实也可以存来源向公所，哦，每日嘅设备，哦，阿康人就一段入去，啊，啊做导览解说，啊，睇下你安尼起嘅时，唔好讲难看，啊，你安尼你冇乜嘅东西哦。其实伊底部一个几多东西系个精彩哦。另外，伊可以带到讲去看那个大潮州人工湖，哦，一个啊，你讲2.0版的那个类似二峰圈的这原理，哦，我说经过安尼，他可能出去对
台湾的那个南浦的水利工厂里边，系我有模样的看法同想象讲，诶，系唔可以去啲水库来做一件事情，那大家就改啲讨论啲机会啊。嗯，如果讲诶，可以本大家去了解讲，可能自家同可能生活有关系的东西，唔系讲诶，可能。更加可以用到是有水好用了都好诶，诶、啊唔是关心过，诶、哈尼拜假使讲真是无水好用的时间，安尼有乜个诶方式可以再来利用，安尼头头真那个人咧分享来上到讲，诶、两年咧直接发一年，去安尼潮州去慢慢啊，也讲轮椅入面交，诶多多好一年可以交呢，上半年安尼可以规划一条线路嘛，去到个其他个二峰圈沿条，啊抢个沙起来拖人啊，跟人董主台个试一下，跟人原住民的风味怎样，所以咧，人继续下去沿途一个水道，人林后森林去行路聊聊啊。底部我谈过，林后森林底部唔但只有水啦，叫做土壤可以去搞了，还有过多木工去行场可以去个经验做嘛。错啊，更加好也其他个平地森林其实发展林学校，林学校如果其森林底部一个过多考场，那个考场呢，他个人观众朋友可以去上网去请林学校一个发通。那底部有嗰度考场，有可能你个希望参加乜嘅考场啊，个城市嘅你都可以去报名参加。那目前底部来讲，个书粉人吼，可能他个人个好去识。嗯，我说其实底部发展一啲叫做艺人讲嘅艺人讲嘅风味餐嘅哈，对啊，其实也有风，一种叫二风就那风。哦，对对对，风味餐哈，其实就是同一个水有关系，如果讲一个。一条二峰圈的故事啊，风餐桌啦，啊，卢广的风餐桌，卢二峰圈的风餐桌，卢其他森林底下，其实挡住，还冇是安全，好奇妙。另外卢广，哎，森林底部可能可以做嘛？可能哎，可以去做一条修枝，啊，一条树的，而整种味道也可以用，那条哎周古鱼，很容易去整理，啊，啊，另外卢广，哎，要底部嗰条通温，那点样去养做？某个地方本某个通物来啊吃，吼啊变成来讲，他个人喺边来各有所需，啊他个人可以看到嗰度，一条野生通物同人哋冲下，成法啦，唔系讲只要我哋远远都好玩。嗯哼，诶，真那个头东手机一条课程啊，也讲体验咩发通啊，第二讲自家本身也有睇，有嘅连木桥做，有嘅职工嘛，有带过一种土壤也系讲发通，有带过民众去参加嘛。其实。几乎每张也都会有啦哈，对啊，前两日我哋那班系在录森林理发师哈，如果哎可以用个森林里边做五样读书诶，除了讲去淋水以外，其实很容易去修剪啊，搞好啊，他讲是互相唔会霸位，你问如果讲为着个书泡诶，一件团黑的，还是讲一件皱黑的，很容易去处理下来，好啊，但是处理下来以后，那个东西很容易，唔要讲你觉得珍藏，啊就很容易。后背在后续的使用，吼，那整个过程里边有讲到讲，我哋更加，台湾有讲到讲，我哋要配合全世界，哦，到2050年，我哋要净零碳排咧。嗯，对，啊，一个净零碳排，同一个森林其实有青苔管嘅，好，嗰时候我哋要提前去呼应一个议题，对，同大家讲，虽然系平地森林，但是森林同我哋的重要性，有讲到讲有二峰圈，一旦搞红喺集水区。南北太湖山，也如瓦鲁斯溪下来的地方。嗯、那么也喺南北太湖山一个山底部嘅树啊，就喺毛草湖吼，可能未来一二峰圈再入落去水，可能都会冇安泰个。嗰种可能可以规划一啲吼，本台人设置都可以行了了解一规个嘅，可能讲循环水循环的过程，都可以对一回事。可能去了解二峰圈其他嘅工厂之后，哦，行到可能讲林后是林岩区，去看讲，原来二峰圈其他嘅水，哦，系对内来嘅，可能用办去利用，系安尼，安尼，真系讲有拄到讲各种银行，也讲游客，然后今年。原本对一个水来讲，对二峰圈有某种的想象啊，今年当然去参加一个体验，也讲拓展之后，今年讲哦，原来安尼，也讲有某个某种的反应的影响嘛。嗯，一个部分咯，其实他讲你看那个复刻版以后，里面都讲哦，要一百年前的你的头脑是多大样的想啊，有法都想出 antipad 的东西，听你其实青春年轻想一看一个念头，多大是三个样的，好啊，一代下多大。人可以入得嘛？其实我哋在过去一两五年、一两
1905年到1907年这段时间，对不？其实可以带下装修没有？我这个本水下去过了，就做五分钟，佮做些做五分钟都唔到，你冲下电，那能过过？佮高度啊，差不多150公分啊。我说我哋呢边嘅时候，模糊暗暗，我哋要按你弧度呢，按你行，一个核心肌群佢冇按强嘅，然后，一下路马上都唔掉。哦，嘿，我说。你批也要考虑，吼，然后要一点体力的负荷。比如讲，可能你会讲讲，你可能一下前站要个逼跑的，跟你比来比去，你有会种个密闭恐惧之类的吼，可能也会多唔了。另外，你批个水，佮对个人讲个敷料是入来一个暗胶的水，一定冷，系佮差不多19度20度左右的水。有人都讲啊，嗰度个正常啊，但是你企喺你密闭的空间里边，你又接触到安冷的水球，其实你这个生理状况会做个太改变。哇，观众朋友，今日真系个安尼分享你分钟的故事，大家感觉有精彩冇？冇想到，你安尼平东啊，吼，除了好山好水之外，还有安厉害的水利工厂呢。大家假使讲有机会的话，来到安尼慢慢哦，轮椅甚至讲新毕业片老了的时间，记得都可以来去看一下安尼分钟，甚至讲可以贴片规划。一年到两年的行程，来去了解一下哦，有水利工厂，有生态，吼、哦，有动植物，哇，一定的精彩哦！哦，大家有闲记得来聊聊。今天再一次感谢郑太哥同我们分享安精彩故事，多谢。好，多谢主持人啊，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欢迎他们来聊哦。好哦，除老了之前，先顾我们自家身体健康吧，更加天天先生来运动一下喽。希望阿点福气来嘅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天下架电视台嘅频道，顺手记得分享出去哟、哦。